CAF 1周年庆在马来西亚隆重举行，上千位 CAF 全球会员满怀热情齐聚迎接这辉煌的时刻。世纪国庆1周年，生日快乐！耶！这里呢，就是他们 CIF 嘉年华的现场了，所有来自海内外的贵宾可以在这里尽情的玩乐。来到这里应该是会员们最期待的部分了，因为幸运儿们将会有机会玩抽奖的环节，价值超过$100,000的奖品等着幸运儿们来赢取啊！抽了$10,000的表！哎，怎么这么多人呐？我们继续看看好不好？走，进去吧。现场呢有很多大小适合合家玩乐的游戏，贵宾们都玩到好过瘾哦，心情很好，来这里玩很开心，非常开心的游戏让我回到童年的时代啊！我也感觉看到公司它实实在在啊，也是非常脚踏实地，而且越做越好。公司让我感觉很有信心，这个我认为来了以后觉得这个公司实力很雄厚。我们刚才都是几个人在讨论，就是回去准备加班，争取在2周年、3周年能够有一个飞跃式发展。年轻的晚宴了，今天聚集上千位来自海内外的家人，一起来见证公司辉煌的时刻，现场实在太热闹了，你看看吧。见证职场这年，那个掌声欢呼声是不是要更激情，更热烈一些呢？陆总，哎，陆伟。CAF has escalated to a top enterprise in a short time.One reason is our innovative and microeconomic business model. But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is you, every one of you today. 当晚 CAF 更把握机会宣布了多项好消息，把集团的实力推到更高峰。因为只有不断的发展才是王道，正在开发第三条经脉，线上商城也预计在7月份正式上线。咱们的支付宝你们也可以拿来订购火车、高铁票、上千家的星级酒店，所以我们的消费积分呢会越来越广泛，越来越流通，越来越深入民生了。各位，起来啦，朋友，好吧。当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，当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。Are you ready? Yes or no? 请用力，用全力，直到遥远的同时，大梦是遥不可及。这里是圆梦的圣地，这个都是扑朔迷离。多少人跌破太多的坚持，重新招生立即。多少人陷入昏迷，剩下一句空虚自己。同时，今晚 CIF 更会颁发更大奖项，给市场上默默耕耘。奋斗的家人们获得这份荣耀，真的是让我非常的羡慕。再一次恭喜家人们！希望2周年继续看到各位。公司 CIF 是直接大家投入的一家公司，是的。你们还在犹豫什么？如果你看懂了世纪国际，并全力以赴，我相信一定可以取到成就你一生的真金。我要感谢 CIF 让我赚到人生。豪奇董金，世纪国际的下一个奇迹就是你，就是你们大家的不离不弃，就是你们大家的坚持，所以今天我们世纪国际才能够在这里写下最光辉的一页，明年会更好。生日快乐！恭贺 CIF 生日快乐！
I promise a better future in 2018. So let's march together to another stage of brighter future and win the world. I hope you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us for even greater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. 开心，今天终于来到 CIF 的一周年庆的这个晚宴。我们相信在2018年呢，我们一定要再更加的努力，做到更好。所以我们会带伙伴们呢，走出一个非凡的未来，共创共赢。共享丰硕的成果。CIF 一周年庆已完美结束，接下来我们一起和 CIF 走向世界，共创霸业。我们明年见，拜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祝福 CIF 一周岁生日快乐，让我们一起见证这个辉煌的盛典。想祝福 CIF 一周年生日快乐，在这里呢，要祝 CIF 一周年生日快乐，耶、yeah! ！Happy birthday！ Happy birthday！ 世纪闪耀，共创辉煌。CIF